主料黄瓜250克，香肠50克，辅料花椒、干辣椒、盐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黄瓜切条用盐腌5分钟，饭内放入辣椒和花椒及适量盐，在锅内烧出热油，浇入黄瓜，腌好后用冷水冲掉盐分，加入做好的麻辣油和盐，再倒入切好的香肠和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黄瓜一定要腌一下，洗掉水分，这样更脆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